我刚才进梁杰的浴室，我就发现梁杰他超级喜欢用那个经络拍打器，然后我也是，因为我平常只要有一点腰酸背痛，我自己看电视的时候，我就拿它不停地敲，不停地敲自己的经络。哪一支敲起来是最有效的？我一般喜欢用那个蓝色的那一支，排毒是不是？对，就是一般我妈妈是会告诉我敲打这里，是这个窝这边，然后她一般都会敲成紫色的。你说打了哪？那你刚那下也太用力了吧？这是持证吗？这么用力吗？力道一定是一样的。Yes 姐，你刚那次也太用力了吧？对啊，这样就对了。你刚那个鼻子里面打拍啊？小Yes姐以为你身体好吗？因为我自己打的话，我就会打这么狠呢。但不用打那么狠，为什么打那么狠呢？而且我也很喜欢打这个。对对对，胆经，敲敲经络。你知不知道这边有胆经？这是胆胆经，就是你常拍这边是好的。会怎么样？就是对身体好。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我帮你拍胆经。胆经吗？真的有点狠哎，这跟你刚刚打的好像不是一个力道，小 S 是一个力道，是一个力道。昨天身体不太好。听说你是，这完全是两个力。没有，你刚打我是这样随便拍。一个力啊，看起来好像不太一样。不然你打那个晶晶看看，它更是另外一个力。不会啊。都一样，我都一样，真的耶，一样力道了，对不对？那你有点大惊小怪，你说是不是他演戏演太凶了？我觉得马伯骞没想到是你这个人，真的城府很深，陷害了，这样你的粉丝都会说我坏话，你知道不？小小年纪怎么会搞这些心机啊？你现在泡在脚泡在那个桶里面是什么感觉？跟泡热水？没，我没有感觉到热水，但是它底下有按摩的，对对对，就是我的脚一直在起起伏伏，好舒服哦。它里面有那个能量石，是可以按摩脚底。哦，有温温的感觉吗？啊，你一说有一点感觉。你可以把温度调高一点，因为我给你调的是低的。多高？差不多120度吧。你可以调到45度吧。好，45了。秋子一看就是体不寒的人呢。我体寒。你也怕冷吗？我虚胖。你这是胖啊，你哪虚啊？比他强一点。哎，他泡那个无水桶，那个腿会出汗吗？会的，脚也会啊，因为你还有那个姜精油嘛，它是会促进你这个体内的寒气逼出来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请第三批的搜查员带上你们的装备，进入到梁杰的浴室去搜查你们认为好用的东西。这次的主题我们就是以白嫩的方向为主，梁杰的浴室里面会什么样的保养品会起到白嫩的作用呢？我进去之前有一个小小的请求。什么？就是可不可以请梁杰小姐姐把她在浴室里面会做的事情啊，护肤的流程啊，给我们再现一遍。那时间有点久哎。我想要算一下，就是她每一天需要用到护肤的大概是多少钱。好，那我们请梁杰来示范一下。好的，我要先泡澡。这个澡多少钱？2块钱。那个他要放浴球的话可能就比较贵了。还要加东西？泡完了要敷面膜，先涂唇膏然后再敷面膜，然后在这里面用身体磨砂膏。洗完了出来洗澡。泡完澡还要再洗一遍吗？对啊，不然嘞，还得再洗头，真的是需要2小时。哇，到底涂了多少东西啊？那要好久哎，这应该是最后一道了。哎呦，哇，这一套下来最快的话1.5小时都要了，对不对？
如果不泡澡就还好。芊芊，如果你女朋友要跟你约会之前要在浴室搞这么久，那就直接分了吧。直接分了吧。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啊，如果不抹这些东西我的脸会绷紧脱皮，很可怕，你会更跟我分手了。重点是他虽然花那么多时间，可是你就会拥有一个很漂亮的女朋友啊。因为有很多部位如果你不保养不按摩的话，它就会变得很粗糙。又要女生漂亮，然后又要觉得女生花太多时间在浴室，这样对女生来说真的压力很大。其实女生做这些又不碍着你的事，催什么催啊，我们这是连环炮，没有给她任何反击的机会的。所以包子你刚才统计了什么？我先进去转一圈，看看她都用了哪些好不好。好，请第三波搜查员进去。默默的就进去了。撞我妈妈经常这样，她有时候都被撞晕了。我妈妈，我这句面罩挺酷的，这个很好用。面膜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东西啊？他们应该是在收购面膜吧，面膜类的吧。这是冬虫夏草，这个比较值钱。哇，好多东西哦，这里又为是趁机在照镜子吗？对啊，他一直在里面理发。先看看包子拿到的是什么样的产品呢？我在里面发现了超级多的面膜，就是一差不多两小箱的样子，然后里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面膜，像这种带针的，然后还有这种小人的脸的，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桃花的什么，还有这种超小的。重点是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面膜，上面什么都没有，连 logo 也没有，什么字都没有，感觉像那种三无产品。哦，不太可能吧。这个是我就是经常去做护理的那家护理室他自己制作的。哦，就是它的成分呢就是银耳。银耳里面有超级多的精华，一般我就是长痘痘嘛都会去做那个清理，然后做完就敷一个这个会迅速补水，摸上去就是摸上去是银耳。哎，是银耳，是银耳。哎，怎么会？不是面膜纸，对啊，也不是面膜的感觉，都不是。所以等它干了还可以拿回去煮菜，煮银耳汤。我没有。惊喜有这么拮据吗？就是可以经常使用的，因为它里面没什么添加。还有其他人有面膜吗？我本来想拿面膜，结果都让包子给拿了。然后哪个？但是我在那里边看到了两个，这个看上去特别可爱，包装然后感觉很像面膜，但摸上去感觉又不像。然后还有一个这个面具，这个是一个可以加热的蒸汽的，大家都有戴过那个眼睛的吧？这个就是全脸的。哦，真的好可爱。所以你就是在敷面膜的时候，它就是第二层帮助你的面膜吸收的一个。是的。那你那个蒸汽的机器在哪？像眼罩一样，可以自己加热的。已经热了，对对对。好可爱哦，这个肯定很舒服。就是脸上的暖宝宝呗。就可以敷着面膜的时候再罩上这个，也可以先敷这个，毛孔打开然后再敷面膜。都可以。对，还有其他面膜吗？这个是做面膜用的那个面具吗？这个是红蓝光的消炎杀菌。最近有想买，它有说一个光是祛痘，一个光是抗皱，是吗？对的，就是有很多人说，就年龄小不需要抗皱。我觉得真的越早抗皱越好吧。对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零零总总那么多的面膜，那我们就请现场的观美团每一个人敷不同的面膜，试试看它效果如何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节目讲求的就是一定要有亲身的试验，我们要尝百草嘛，所以各种保养品就是像我就是把自己当小白老鼠，尝试过各种的保养之路。待会敷完之后我们来看看谁的效果是看起来最好的。我拿到一个面膜，这个是我也在用的一款，它是非常神奇可以测皮肤的状态的一款。它是一个清洁面膜，然后把它涂到脸上，如果泡泡起得太快，证明你皮肤是比较干缺水，如果泡泡起得太慢，证明你的皮肤毛孔被堵住了，但如果泡泡发黄，证明你皮肤该抗氧化了。需要搓多久？涂上去马上就可以看到。有吗？有起泡吗？还没有。还没有。你脸被堵住了耶。
卸妆没卸干净啊，刚刚。佑维，你拿到的是耳机吗？我以为也是耳机，但是它好像到不了耳朵，它没有播放孔。这个是要放在法令纹附近的，它也是一个抗皱的作用。嗯，那梁姐，你去帮那佑维用一下。这个是要跟面膜一起用的，哦，不然会吸不住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它还是震动的感觉。对，它有震动，是有电流的。但如果没有敷面膜的话，这样它会不会就滋滋滋没被电到？那我们要两个一起分享一下吧，一起分享一下，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分享。没有，到时候你在被电的时候，你摸我，我就被被电到。就让那个包子他敷着面膜，让他来试试。好啊，你逃过一劫了。你逃过一劫了。一个放在里面，一个放在外面，因为它是有吸力的，哦，它有三档可以调节。有感觉吗？啊，有一点。就是感觉这一条是连在一起，就是绷得很紧的那种感觉。哇，所以我们刚才看了这么多，又是面膜又是养生，你们就知道女生要变漂亮真的要付出非常多的心力，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男性们真的要多多体谅我们女生。对啊，所以男生就不要再催促女生了好吗？好。